上一回啊，我们说到董军派出猛将华雄，使联合军陷入苦战，而刘备呢，则推出关羽迎战。可是华雄有那招顽强勇武，关羽有办法输出伤害吗？接下来可就精彩了，听下去便知。云长兄，这杯酒我帮你温好了，喝完好上路。免了，骑马不喝酒，听说最近汜水关酒驾民间很多啊，等我宰完华雄回来再喝啊。驾！哪里来的小猪，胆敢前来送死？给我过来！怎么啦，强尼老师？有没有搞错啊？为什么华雄跟我三弟是同一个人啊？这个预算问题呢，我也很难跟你解释的。没什么预算，还拍什么三国啊？把观众当白痴是吧？大过年的，别这么认真嘛！来，把帽子带回去啊，乖啊！我就不戴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什么烂剧本、烂导演，他妈！你上车。妈的，这剧组太溜了！哎，前三段我们就认命一点。呀！嘿嘿嘿嘿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没有买青龙偃月刀。赶快购买宝玉，即刻斩下华雄！什么？你这个长，笑死了！顽强勇武！拿下华雄后，董卓方啊，终于派出号称天下无双的鬼神吕布上场，而联合军呢，依然啊是那三位臭要犯啊，不，三位乱世英雄刘关张前往战。三打一，听起来一点都不公平嘛！哇，大哥！下雨哪来的？要不要回家收衣服啊？大哥，我们没装避雷针，被雷击的风险有点高啊。傻瓜，被雷击的风险只有百万分之一。二弟三弟，我们死啊！给你们三个臭名将，也想要来挑战我战神吕布？三心加油，吃我三毛！站住！看我雌雄对剑！糟糕，看来我们占下风了。看怎么用心灵草补那套啊！好，攻安心！吕布，你的对方比我还厉，哪买的？赶快带阵吧，都坏掉了！又逼我！吕布，听说你的爱人貂蝉跟义父董卓私底下常胡搞瞎搞的，你还不去调查清楚啊？还有心情跟我们多人混战啊？不可能！我明明亲眼看到曹操跟义父是睡一块的，怎么可能跟貂蝉？你们看我干嘛？那家伙胡说，你们也信啊？哼！你们三个杂鱼，等我去查清楚，再来收拾你们！周桥。刘关张啊，与鬼神吕布战得不分轩轾，再次吸引了诸侯的目光啊，也成了鼎鼎有名的三英战吕布。那他们口中的貂蝉和吕布和董卓之间的三角恋是怎么回事啊？好像八点档哦。没错，这段到底是命运的纠葛，还是感情的纠纷？他们三人间又有多少爱恨情仇？我们下回看下去。火热下载中。